但是谁说眼睛好看的、啊？谁说喜欢看眼睛？喜欢看放电。Amber，真的、啊、，Amber， 那你觉得我眼睛好看吗？好看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眼里都是你。啊！你纯粹只是有带那个瞳孔放大便而已。放大便啊！放大便。那什么葵花宝典吗？还是其实还好、啊，这个就是平常是信手要拈来嘛。像这种情况，基本上我都是十拿九稳，就差你那一稳。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呢，他的桃花运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好，就是他的人缘都很好。然后我们一起出国去韩国的时候，就经过那个游泳池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，那边有一群韩国男生在看我们。”我就说：“哎，对，你怎么知道他在看我们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因为走去游泳池的时候，饭店游泳池，尤其在国外，你要盯着大家看，盯着大家的眼睛看。如果他对你有意思的话。”然后你他会回看你是不是？对，然后你也不用上前去搭讪，你也不用去邀约或者是故意怎样，你就是只要盯着他看，嗯，然后他就知道你是可以。你就在他正前方这样吗？没有啦，就是经过的时候，比如说就是还是要继续走路吧。对，继续走路就是说，哎，我们来玩水这样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之类的，然后就盯着他看，对方就知道意思了。我就想说，哇塞，然后那个女生她常去哪里都会有艳遇。盯着那个人看，然后自己空视线。没有啊，跟我们玩、啊、跟你们玩，那一同时看那个男生。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哦，好，学起来。然后他还告诉我一个小诀窍，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桃花运一直都非常的好。我就说，那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人家喜欢我们？他就说，你要很有趣，你这个人要很有趣，把自己变得很有趣。比如说像我，因为我笑起来很像庾澄庆嘛，很像哈林。他就有一次就跟人家说，有吗？有吗？大家都知道吗？大家不知道啊，所以他就觉得这件事很好笑。他有一次就跟那个男生说，哎，你看他长得像谁？他长得像谁？然后佩佩你笑一下，我就这样。他说像不像哈林？像不像？然后男生就觉得他好有趣哦，就是处处都充满了一些各种的笑话。然后那个男生就喜欢你哦？没有啦，他喜欢他就会。对，他就觉得这个女生很有趣。你说就是那个朋友，去年的那个朋友，对，所以他就教了我一些手段。然后，所以倒霉的是你啊！对啊，就是被嘲笑那个人。你是搞错逻辑。我帮他接下去，我这个一定可以。我帮他接下去，这个招式我也知道。因为他刚刚说游泳池，你要假装自己玩自己玩。我现在就想办法弄那个小眼睛出来。用自选词。我有点急了，先吸引他出来，看有没有引他出来。就是游泳池，他说游泳池有些引戏水。对，我也是有一次跟好姐妹啊，就一起出国，就是戏水嘛。然后我们是在巴厘岛那种地方，你知道巴厘岛的游泳池有一种是，就在那里。你现在嘴巴型，你可以装可爱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这很恶心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是不是？很恶心，你这啥玩意？巴厘岛游泳池啊，你说我很奇怪，你不觉得没有一有男生出来？别这样，你这样，两个人可以装可爱吗？你都看到我一开场是不是老鸨一样？真的是，我告诉你啊，只要是那些男生。这聊天就好了。对，我弄红晕的颜色。好，但是我跟你讲，眼镜装可爱，你要设计，如果你要设计让男生过来搭讪，有时候呢，其实呢，你不用故意装的。好了，你很想装也可以了。对，好，反正就是总而言之，就是那时候我们也是朋友，就说泼水啊，他一直在看我们啊，什么什么。我后来有一招真的超级重。就是那时候巴厘岛的泳池啊，就是他们有很多口，可能是信仰，就是有点像什么狮子还是什么，就你知道有一个有水流出来，喷出来，就时间到就喷出来了。然后我就说，那我要怎么引起他注意呢？然后我就这样泼一泼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就到这个口这样子啊，什么什么。我告诉他整点水，直接水柱要砰喷出来，喷出来的时候就直接冲掉了。你被水泼的时候是连头发都一起这样乱掉？没有，就是他那个水柱是整点，但我也不是故意的。其实我那时候真的也只是刚好在泼，可是我就天生可能有质感，就刚好他那个水柱就是整点就砰这样冲过来，直接泼他也不是冲掉我整件泳衣，就是那个画面很就是歪七扭八，就对，很好笑。但后来那个男的就只有走来我这边，他说你太可爱了。他说我没看过这么真、这么率真的女生。可是我觉得你这个很冒险哎。对啊，你这边是真的冲掉的话，冲掉他人太难色了，还好吧？你不是不能露那个给人家看吗？我想到一个，就是我的几个姐妹，然后她们有次去香港，对，我没有去，但是我听到这招，我觉得很厉害，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姐妹们，就是她们看到一群男生一桌，然后觉得那桌男生的质感很好，但是他们两个女生又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那个。
比较年长的那个姐姐，她就很厉害，她就这样子，就是在那个男生他们那一桌旁边这样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，晃晃晃，然后她就这样子，哎，你们刚好看到我放在这边的花吗？因为我刚买了 一朵玫瑰，但是我找不到，然后就要到处找找找，然后就是讲完话之后，她就离开，然后她其实是把那个花放在旁边，放在他们附近。然后那个男生他们就看一看说，哎，那个在后面呢，然后他们就对到眼之后，然后他就说那要一起喝一杯嘛，然后就这样开些超级自然，然后他们那个晚上就一起玩玩了一整个晚上。哦，假丢东西，假丢东西，如果没有花怎么办？就这样拿别的手机，对啊，都是钥匙啊，都跟鞋啊，都跟鞋就往那边放啊。你有看到我那个计程车的招牌吗？掉了，对啊，这里啊，它是有吗？它可以胸贴有呀，胸贴，胸贴，胸贴，这样子不值得。它可以，它可以胸贴有呀，这个比你那个水柱的。好用，可是我告诉你，帅哥他都，你问他，帅哥比较喜欢特别的女生，这种老招，如果你是碰到海，老招。好，谢宇，你要，就是你要水柱喷胸罩，还是你要姐姐们假装东西不见？水柱冲出来，我应该是过去是问你还好吗？对，所以我是不是得你就主动过来啦？所以，所以另外一个是不是好像印象深刻会是被水柱冲？哎呦，好了，好运我来让你，可以可以，帮你弄出来吧，帮你弄出来，帮你弄出来。小眼睛那个，19岁的吗？他的年，如果我说真的，我叫男模，我不会叫这种啦，我也会觉得有点，但是你叫男模，你是常叫是不是？试过哎，但我就说他的样子，如果出来真的是这个样子，这是典型我喜欢的样子。但不要太瘦，就是很像你现在喜欢的那个男生，很像，就是白白斯文，斯文，对，但不能太瘦，就是最好是有点，要体型要像白云哥那样，没有太白云了，然后要高，高矮我不介意，我是真的，我交过很多男生男朋友，他出来157，157。我没有做过小个子那一集啊。我交过最矮的男朋友有一个，有一两个，年轻的时候在夜店，就我们有见过，都是我有交过164、165的，就比你还矮。对，我167，但我而且你会穿鞋啊，所以如果他出来163，你也 OK。OK。好急哦。OK。好了，我不在乎身高。那我们就请他们欢迎他出场了。不好意思，有人点哦，19岁的哦。哇！变紧了。本人好年轻哦。本人都好。本人眼睛没有那么小。变紧，不好意思，先跟所有人打个招呼好吗？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。你不要屁股对镜头。来来来，你要看着姐姐啊。好吗？大家好，我叫唐彦景。今年19岁，现在是世新大学大二生，然后也是篮球队队员兼 model。哇，打篮球！我两个女儿都是篮球队的，我们正在请篮球家教哎。嘴在，我嘴在，你那个嘴唇，我就是撒娇。那你可以当我女儿的篮球家教吗？可以，可以啊。那你要不要想办法运点篮，就是假装这里有篮球，空运。对，空运吗？空运来我的身边吧。我想看一下你的身手是有没有很敏捷，胯下的那种。对，我就是你的篮筐吧。胯下。等，你这样看起来很不灵活哎。要球，要球。没有，你就假装。播出的时候会有。对。因为我们后置很强。好，这样。胯下背后。篮筐在这里哦，我就是你的篮筐，快点投个三分球吧。这样。这么远啊！三分球，三分球，快点来灌篮吧，灌篮姐姐吧。好。我觉得还不行。对，然后好像这种就是你知道社会经验不够多，你知道吗？姐姐这种，你坐在姐姐旁边，这种他想要坐我腿，是你要坐我腿吗？那这还蛮高的耶。你几公？身材很好。185。185。好高。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如果我们没有要进展到男女的关系，因为我看你很年轻，没有什么经验，那你有缺奶吗？我是真心的，我觉得你就不用保养了。干妈呀，干妈不是没有肢体接触的，因为我没有生儿子嘛。所以干妈是可以做什么？给他钱，零用钱是不是？可以，我可以生他啊，我47耶，当然生得出来啊。您母亲贵庚？60。60，你妈妈很晚生你吗？哦，她60的话，妈妈是几岁生的？我妈快60啊，她现在59，但我都喜欢讲六十。对，可是60减19算是比较晚生的，40岁才生。哦。
所以你看到他会不会觉得他不像妈妈？姐姐。哎呦，星座的巨蟹座，好适合我。好星座，你什么星座？何宇文，摩羯座，是配的。嗯，真的。我是配的。那你应该很温暖呢。我的朋友都讲什么？那你我们聊起来，我们约周末你来我家教我女儿打球，然后打完球会累，你可以在我家洗澡，帮你做饭。洗澡？不是啦，打完球会流汗的。我擦个湿纸巾就好了啊。对，毛巾就干毛巾让它擦一下。毛巾也可以，你不洗没有关系的啦，真的。哎，燕景，你有没有遇过有女生追求你，然后她是真的追到你，就觉得说哇，我不知道怎么拒绝她了。这种强追的这种，我没有强追哦，我没有说你哦，我说他们遇过。其实我是到大学我的异性缘才开始，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以前没有很好看，然后我也是，是因为运动之后开始身材变好，是戴完牙套之后，然后再加上因为我喜欢健身，所以我都会自己去健身，然后因为我对自己的皮肤管理也蛮重视，所以我也不会吃太油太辣的东西。这样子，那我很搭哎，我也很喜欢运动哎，我喜欢瑜伽，那我自己当老师吧。哦，是吗？对呀、啊，就是你打完球最重要就是。何宇文还说你教他一个瑜伽动作哦，往前弯吗？哦，下犬式好了，来下犬式是什么？是什么啦？我是不是有一些运动员可以一起做？我是不是一直有一种臭婊子样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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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们就这样啊。然后燕姐，你穿的外套会不会不好做？不会啦，你看有点热。哇！来了，姐姐们，他这就是钢炼，他这种是钢炼，是嫩皮，好就是你真的是钢炼。对，这样子，对，我们现在是桌子式嘛，然后你慢慢把脚尖踩下去，然后臀部往后往上推，然后身体成一个倒三角，成一个三角形哦。你等一下，我会拉你一下屁股哦，我是为了。就是我有生产到，对不对？有瑜伽老师真的会这样拉，真的拉，这样拉伸嘛。然后你膝盖打弯一点，对，因为你膝盖打弯，然后臀部一样往后翘。我们先拉背，然后再慢慢的把你的，是不是有觉得背先抬到？脚太高，脚慢慢的把你的脚伸进去。筋没有太软，筋它筋有，你筋没有那么软，对不对？伸展到腿还可以吗？可以，你可以，他也可以，他也可以。对啊，所以你可以，然后你慢慢的把腿打直，然后试着脚跟放下来一点点。对，很棒，很棒。以男生来讲，肩膀放松一点哦。可以，然后感觉你的脊椎顺顺的，这是真的啊，就是瑜伽课真的会这样做啊。你看看姐姐做有多标准给你看，我筋骨很软哦。哇，真的好软哦！需要燕景去帮你调整吗？其实不需要，如果你想看劈腿，晚上来我家看。你们这样也开心了吧？哦，超开心，而且就是表现出很专业的瑜伽老师。而且我喜欢他这种，就是他比较蠢，就是没有被开发过。比较纯甜，就是你随便讲什么，他都会害羞的笑，这个演不出来的。对，你知道，就是那种油条的那种，就是演不出来。我知道，就是他还没出社会耶，当然纯。还在大学。你刚眼神多像小狗啊，好可爱啊！你也要体验这件事。你是开心什么？你喜欢的是不是？真的是很单纯的眼神。那他的眼神跟我装可爱眼神有什么差？你眼神很多，好不好？你眼神充满各种历练。哦，这哇。好，等一下还有一位，快，小姐跟护士。对啊，要爆点啦，要爆点啦！哇，可是我喜欢的被选走了。抢出来，还是你喜欢？抢了。好啦，其实就是我有个朋友，他离婚之后啊，就开始就是都跟二十几岁的鲜肉交往，但他不是真的就是交往，他就是一个换一个，一个二十几岁那个跟他真的长得很像。嗯，我看。不领就是很像，好啦，然后我们就其他已婚妇女就很羡慕那个离婚的姐妹，就说凭什么你就是可以一直跟二十几岁交往，而且还一个接一个。她几岁？她也四十几。啊，你那么厉害，很开心啊！比我厉害很多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女生真的是就是有做就有差，她整个人容光焕发，哎，就是以前看起来年轻，对，有发生关系就会整个人就亮起来，那个荷尔蒙，然后整个肤色肤质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这样子。然后我们不都会约，就是送完小孩 KTV 吗？然后他每次都觉得就是这样对不起我们，因为每次都他一个人在那边自嗨这样。嗯、他说：“姐妹，我今天有准备惊喜，就跟今天的局一样。”我说：“什么惊喜？还不就是送送护唇膏什么的，就完全不期待。”就包厢门一打开，全部人就是尖叫哎、欸，一群，因为他的同学鲜肉同再带同学来，一堆同学来，哇，然后都是可爱的，对，都是
就是可爱的小朋友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你世新还有一些同学嘛？有有有。哦，对，就是下次就应该是整个篮球队约出来啊！下次整个篮球队来。有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后卫，有时候要中锋啊。你是打大前锋，像我喜欢对啊，喜欢后卫，我喜欢速度快，我也喜欢后卫，后卫球是很厉害的。我跟你讲，那两个后卫，好。我找小青今年开欧的后卫嘞。然后因为就太开心，你以为是饮料啊？对。然后因为又在 KTV 又没有就是隐秘的空间，所以大家就真的是放开了。你玩到什么程度？什么放开了？到底要玩到什么程度？他们会很多游戏，就年轻人的游戏，然后就会惩罚这样子，然后惩罚就是说，那你要给我壁咚，或者是那。新娘抱什么的，就是会真的把我们这样抱起来，然后转一圈这样子，然后你就觉得你的心都已经这样，所以你觉得新娘抱壁咚，还有那个什么转一圈，哪一个最心动？我觉得壁咚我觉得你这个可以，可以对不对？因为玩很开。还有谁？哎，这个来了，我觉得这个本人应该会很帅。这位是29岁的，对。这种年纪，他看起来是帅的，而且这种年纪最好用。为什么？他有过一些考验，用字遣词。我就说他有过一些社会经验，又还不是很油条，而且他的眼神会稍微有点成熟，比那个弟弟成熟一点。他会有一点担当，然后又有一点调皮。如果你选的调皮，就是这种是30左右的，是最好的。那我们换。那你先出来，你再决定啊！你一盘一直要抢，那我也喜欢这个，对对对。可是佩佩，但是你要高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高的我喜欢高的，要一定要180。你不喜欢高的？啊，我不喜欢高的，我不用高。你是异类，对，我高。这看起来好像也是没有修图修很多，对，这也是 OK 的，对。自然型，那就请他出来。好了，欢迎他。29岁的有人点呢，19岁的有人点呢。哎呦，阳光哦。赏心哎，你好，谁是？算是可爱型的，你好，可爱，蛮阳光的。先跟老板们打声招呼，自我介绍一下，转过来转，不要背对，对对对，啊，哎，也要看到我们呢，好，好为难，哎，先生，呆萌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冉俊文，29岁，谢谢。你是做什么？你好，你好，平常在做什么？我是演员，哦，现在有作品出来了吗？有一些，什么？我有演过《火神的眼泪》，真的哦。对，还有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。我们与恶的距离，真的吗？是两部作品。我有看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，我也有看，我有看。你是在演哪一个？你要离我这么近，那你就坐这好了。哎，明明我演的。没有，那你有演救火的那个吗？那你就是他现在那边失火了，你赶快去救他。你应该就是走过去。然后你是消防员吗？你在戏里？对啊，你看他灭火一下，灭火一下，尸体着火，你就说 fire， 好热，对，要叫 fire， 救火怎么演？干妈这样子，好为难他哦。可不可以讲到这是那个啦？水管对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让给佩佩，因为佩佩一开始就说他喜欢这个。好，你是说招呼招呼，然后就要拿水射你。好，从这边过去。就是已经把火扑灭之后，然后开始把人救出来，然后 check 他的呼吸，然后发现他没呼吸，然后赶快亲我的嘴巴。有个呼吸，对呀，他没有呼吸了，对 ，OK， 直接准备。对，你要先这样，对对对，佩佩。好，小冉准备好了吗？拿出真正演员的气氛，好不好？我先从周围的火势开始。好，所以我还在找火。他有设定，他有设定。好，你自己演哈。好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着火，着火！不好意思，你好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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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吗
再做一次，再做一次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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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都好了，都好了，那就好了，都好了。所以刚是你救我的吗？不是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大家一起救你的。哦，还有很多灵异的消防员。我是，我只有灵异。而且他会一直牵他的手，一直牵我的手啊。所以有没有加分？加分，有加分，可爱。真的看起来很害羞。哎，谢谢。哎，我要送你大礼物，我怎么办？等一下送你大礼物，快钱过来。你要过去坐那边啊，坐在他椅背。那边，好，福利换你，福利换你。那你坐着，然后你坐他腿上的。对啊，那你坐这边。哎，这个是谁点出来的？其实他点的。可是一凡，因为一凡一心一意，还是爱着。这位还有吗？你今天还有牌子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彩蛋哦。派翠克很牛啊，派翠克可以。我是第四号，对啊，今年31岁。好，快快去，快来来，大家哎，怎么样？自我介绍，自我介绍吗？救我，救我！还好，还好，小姐，还好，他没有出现。等一下。他摔倒没有清纯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没有那种很 pure， 跟那小奶狗不一样哦。对，他刚黑切克的是可爱的，这个我很可以耶，可以吗？所以你要竞争，你们俩来竞争啊！快点，就他四号只有这一个了。我觉得派翠克很可爱，你可以接受，你可以接受的是几岁到几岁的？到我40以内都 OK。41，41，42，你是说71？71以内。72，72我就不行了。不好意思，我70，70。他说，哎，加一，他说年轻。因为他是我们店内就是最幽默的一位，你会希望他呈现什么样的幽默感？我也希望哦，我觉得他可以跟我热舞，就是用搞笑热舞，男模会馆那种，对，那种哦，接的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好，可以好。那你要坐着吗？我站，我站着，我站着。来个黑桃 A， 他，你要这样，你要这样，他有营业吗？被发现了。然后最后再来一个新娘抱准人圈，因为他很会新娘抱，他要讲，他很会，他很会新娘抱，很会新娘抱。接下来的表演是谁吗？我知道啊，是一个非常性感、非常呛辣小辣椒。哎呦呀，今天唯一的一个女主 C 位。然后，因为我刚才在旁边啊看她的时候，然后常常我们在那个聊天，她就在那边在练习，这样坐在那边练习，在练舞。我第一次看强强这么紧张，我也是，她从来没有紧张过。我真的不会跳。她刚才跟 B 兔说，我可不可以退钱给你？我不要表演。人都来了，超紧张的。强强，你不会跳舞？我没有很会跳。你长得就是一脸会跳舞的样子。哎，我真的不是会跳舞啊！我真的，我小时候我爸爸不会让我学跳舞这种东西，所以那种东西是长大之后可能有比节目或什么需要的时候我才表演，所以我底子跟人家就是有差。所以我等一下是走性感风还是走什么风？我们当然是性感啊，我还有猛男呢。他今天这个是穿的真的是尺度，哇塞，尺度很猛的。可是我觉得很害怕。还是没拍到。你不要那个鞋跟卡掉，你
表演就不用表演了。再想想，你等下那段表演是确定是除夕夜大家可以合家观赏的吗？哦，还是有人要先避开？是没有啊，可以看啦，你看一合家都可以观赏啊。这种东西有什么不能看的？大风大浪没见过吗？你不要生气，我只是问。你是说你是说老的还年轻的不能看？老的看这也没差吧？年轻看这也 OK 啊。小朋友呢？小朋友呢？当然要早点学习更好。那为了确认一下到底可不可以看，还是现在可以先麻烦你把那件脱下来。可以。天哪！哎，不可以，还好吧？我就还没开到这。这个也先线上麻将。可以一起来那个加入线上麻将。对啊，我是 V V I P 啊，你在下，你是在下，你下在发牌了吧？你是 V V I P 哦，赌到亿的才到我呀。好好好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既然你脱了，准备好了吗？我现在很紧张。好了好了，让我们欢迎锵锵。你是说哪一个呢？每一个有不同的关系。对啊，刚最亲密亲的嘞。啊，他是很可爱的阿超，阿超的胸肌也是很大的。夸的他还有这边还有刺青啊，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男生。那还有包括那边还有几位，像 Steven 啊、阿超啊、立新啊，我跟你说，他每个胸肌都有不同的大小，想看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来来来，哎，来摸过来。你都可以找到他们的，他们都是在像他呀，他是在他想在猛男店里面跳舞啊，他现在最近在学习一些舞蹈，他会跳击剑舞，击剑是谁？
他想借跟谁借？我跟你说，我带他出去玩的时候，他跳，他就把衣服这样脱开，然后这样扭，这样扭给大家看一下会怎样？那不是机械舞吧？那哪是啊？你扭就好。没有，我们要看机械舞，对吗？你看一下，那我给你跳，我给你跳，我给你跳，我给你跳。你平常怎么跟我跳的？你跳嘛？两个人那不是机械舞，机械舞是一个人跳的那种。对对对，他挺的。对，我就是看到他自己在那跳那个机械舞，很有这个魅力啊。机械到底是谁？另外擅长什么？立新擅长的是，来举个举手给大家看一下，来背肌，来转过去，举个背肌，来背肌，来一二三，哇，可以我跳一下，来看一下小腿，你很吓人哎，什么大厨戏的？立新他的身材是很棒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阿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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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来展现你的全身上下，还有包括还有胸毛哦，好给大家看一下，好，都出来。阿良的身材也是很棒的，六块肌，很好摸。所以会跳舞吗？他啊，阿良会跳啊，滑了，阿良是毛还是猛男啊？阿良在跳洗澡秀的，阿良跳洗澡秀，现洗吗？阿良很会跳，阿良很会这样子在夜店里面，他会抬女生。他跟他们都是在夜店里面有女生要来的话，他就要抬上去，所以他们很辛苦。不管那个女生是肥的或是瘦的，他都要。怎么会说人家肥呢？所以抬起来都是漂亮的，是不是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但他说他看到胖了，他会闪。不会啦，不会。假的。真的。那我们可以请他现场抬一个吗？对，抬一个。阿良，你上台抬抬看人家。阿良，后面乐天女孩那么多，可以选一个来。阿良，阿良，阿良，我们选那个八大熊。可不可以抬起来一下下就好？八大熊，阿良你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太辛苦了啦！阿良，我们以不受伤为主。好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阿良，确定吗？阿良，哇！可以耶！八大熊什么感觉？真的。太空飞船，太想吐了，看他太多了，哎呦，可以，太棒了，他们每个都很厉害，他们还会有肩上的哟，想看肩的吗？我想看肩上的，要来，你要吗？他还会帮女生抬，你们有谁想坐在他这边？裙子可以吗？可以，哎呦，会不会很恐怖啊？好，我要不要核心肌群要不要用力？可以，好，来喽。对，你看他们就是个个都身怀绝技，深藏不露，很有才华，很精彩。谢谢大家，姐姐们好，谢谢。他们现场三位都有各自的这个 title， 比如说第一位是金壮肯尼，那第二位是市场花美男，那第三位是八点档小生。你们最想看谁？对，姐姐们。金壮肯尼，哎呦，同意吗？壮，吃重咸的。金壮肯尼先转身哦。那你们希望他转过来的时候是放电，眼神放电，对，要被放电。然后他最好还能降的那种。Amber 姐说，希望转过来的时候眼神放电，然后最好要 touch 你的身体。对啊，你们看那个背影，可以猜得出来大概可能是谁吗？猜得出来。会希望看到他本人吗？当然，正面，希望啊，希望是，希望被他电一下。哎呦！肯尼准备放电了，三二一，请转身。哇！什么羞涩的笑容？羞涩的笑容吗？是啊。老师，可以看一下一点点腹肌吗？微微的。没拍到，老师。少点放。价钱只有到这边而已。Amber 姐很欣赏你，她可以摸一下你的肌肉吗？可以。哎，来了，这是我的荣幸。我要站起来吗？都可以。这个价位只能到这边吗？对。你还想摸哪？你还想？Amber， 你想摸哪边？没有。还有谁想摸的？可以，姑姑妈要不要摸？来呀。对。你是在挑题吧？谢谢。你真的有
有好好摸麻裤吗？有啊，有哈。是什么感觉？摸起来。你多久没有？你多久没有摸到这种身体了？对呀、啊。不是，我刚刚没有摸过。我刚刚听 Jessica 很早出来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，哎，我没有很少出来。真的。好吧，来吧。哇。真的啊，这真的、啊，真的、啊，这什么叫真的、啊？好的，那两个我就稍待一下了。玻璃有尊吗？待一下，嗯，货真价实，货真价实，赞。哦，好，谢谢，今天我们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。不要去哪了？太开心。所以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有十年没碰过难题的人举手。哎，你不要这样讲，要碰过老公啊你。老公不一定要碰哦，可能只是共处一室。我跟你讲，其实于姐是我舅妈，今天我绕了三个人来，然后呢，于姐是你舅妈？对啊。什么啊？今天这五个中有三个都是我的人，你的人，你舅妈还有嘞？舅妈、舅妈跟我朋友的妈妈。于姐是你舅妈，谁是你？还有谁？然后经理姐是我舅妈，然后酷妈是我朋友的妈妈。然后其实呢，于姐就是我舅舅，他两年前过世了。我今天就是要托梦跟不是托梦，要跟天上的舅舅说舅妈的幸福。我今天带他来看帅哥，所以是不是一个孝顺的外甥？不是经理姐的，是啊，是于姐，于姐。晚上舅舅应该会托梦跟我说，嗯，哎，舅公不好意思，舅舅，不好意思啊。所以舅舅不在，所以今天才可以玩得开心啊。那当然啊，又韩叔带我们来开开眼界。刚才是谁说眼睛好看的？谁说喜欢看眼睛？喜欢看放电。Amber， 真的、啊。Amber， 那你觉得我眼睛好看吗？好看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眼里都是你。啊！你纯粹只是有带那个瞳孔放大便而已。放大便啊！放大便。那什么葵花宝典吗？没有，其实还好啊。这个就是平常是信手要拈来嘛。像这种情况，基本上我都是十拿九稳，就差你那一吻。对，要让大姐们玩得开心，这个比较重要，因为她就可以卸下心防，对不对？有很多事情就是我们之间就不会有距离了。我觉得让姐姐们开心应该是老师的拿手。对，这是我的对本事啦，因为本业对啊，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之间距离其实不会只有这样而已。待会我们的距离会更近，还可以更近吗？还可以更近，因为要玩就是要开心。好，这边有上过我的课的请举手。好，谢谢，今天我们节目就到此。有看过我的影片的举手，有吧？哦，这个有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你看，所以说其实我光在台北，他讲出机车舞喽。哦，机车舞吗？也会吗？哇，好棒哎！其实机车舞蛮简单的，对，我们的动作不能要难，就是要简单一点。如果你觉得很难，会不会觉得很难的？会不会？还好，如果觉得很难，没关系，可以往北走一点。他就不会难了，他就会简单。见好就收，哎，对对对，见好就收。对，你刚刚应该停在那个吻那边就 OK 了，差不多。现在请坐。好，先欢迎金仲肯定，谢谢。对，因为金仲肯定还有很多这个故事要跟他分享。对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两位来宾，一位是市场花美男，一位是八点档小陈。姐姐们想先看哪一位呢？都可以，都不要了。按年龄好了。按年龄，背影你看得出年龄，应该是八点档那个比较资深吧，比较深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觉得演八点档都是比较资深的演员，是不是？还是说是因为他们的穿着，他感觉比较隆重？因为八点档都比较长寿，不长寿。八点档有新秀演员的，平常是讲光看装扮的话，好像花美男比较是年轻人的风格，是还有牛仔布料的部分。对，那我们就按辈分的话，先从小生。哦，因为他资深嘛。对，先让他转身。好，小生准备好了吗？哎，等，要放电哦，眼睛。对，眼睛哦。好。感觉很健康哦，不要有肝硬化什么之类的。白内障你先吞掉。三二一，请转身。哇！哎呦，帅！经理姐拍手了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有追她上一档戏呀。是哪一部？哎呦呦，爱市井豪门啊。哦。哎呦！经理姐，你看了本人，你感觉呢？比电视上还帅。对，比电视帅哦。所以你当时看那个他演那部戏的时候，你就是只为了看他吗？嗯，刚开始不是，但是看了以后越看越喜欢。有喜欢到什么程度？
喜欢到什么时候？会不会做梦梦到他？哦，那倒不至于，但是很想再去追他其他的节目这样子。我变粉丝了啦。那你今天可以看到他本人，你会不会很想跟他做什么事？牵他的手啊，还是什么之类的？公主抱啊，公主抱，不厉害。还是金弟姐，你看那部戏有没有文馨在里面做什么事情？你觉得哇，好迷人啊，帅到爆。嗯。他在里面是演好人还是坏人啊？好人啊，是演好人。他还有双胞胎呀、啊，演双胞胎，演双胞胎，一个正一个反，对。但是都是你演的吧？都是演的，演两个角色啊，太好了，你一人分饰两角，然后一下对他很温柔，一下把他推开。哎呦，一正一邪，让他感受一下，就是说你到底是好男人还是坏男人？哎、你可以，这挑战你做得到吗？应该是可以了，一下拥抱，一下把他推开，然后感受一下好男人坏男人。那他要，那他肯定要站起来。哎，来，因为这样比较。金丽姐，你可以欢迎到我们这边吗？嗯，好听。这样，好 ，OK 啊，好。文馨，那准备好了吗？由你来带哦，毕竟你是演员。哎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金丽姐，嗯，哎呦，我今天做咖喱。哎呦！你那是敢反抗吗？嗯，我一定，我一定给你处理掉。哇！经理姐害羞了。后面那个变坏人是不是吓到你了？对啊。哎，看，瞬间改变，好可怕。所以什么感受？因为刚刚前面是很甜蜜，然后后面说你如果敢反悔，我要把你处理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一下转换的那个表情，转换内心戏很厉害。那姐姐两个你喜欢哪一个？啊，当然喜欢前面的。可是有没有实际感受到他演技的张力？有。有没有更爱他？有。他刚才把你抱在。抱在怀中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感觉？心里蹦蹦跳，蹦蹦跳，就是感觉心原来还有在跳。哇，很浪漫，演得很棒，谢谢文馨。今天算是那个哈，嗯，来得很值得。对，其实值得的。好，那最后一位小鲜肉不能输给前面两位哥哥哦。没错，市场花美男，三二一，请转身，脱脱。哇！沈建宏了，这真的是小鲜肉哎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他是真正的小鲜肉哎，嗯，小到都可以当你们的儿子，可以吧？你不小了，今年也31了，很小，可以当我孙子。哎，不行吧？724，怎么当？孙子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孙子，对啊。你的孙子多大？大谁了啊？对啊，他可以啊，那就当了。姐姐们，金项链拿来。叫干妈，我们叫姐姐们，姐姐们。哎呦，你平常有感受到姐姐们对你的爱吗？会的，会的。我最近都在菜市场比较多，然后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爱。因为你是真的在菜市场卖肉，对不对？真的，真的，只能卖鸡腿。卖鸡腿，一个月大概4到6天，偶尔去一下。偶尔才去，对对对。那如果想要去堵你的人，就不知道是哪一天会堵到你。我会告诉他们了，会有一个群组这样。嗯，你说只卖鸡腿吗？对，只卖鸡腿。哇，然后我会帮他们去骨啦，然后剁啊，会帮他们稍微整理一下。对对对对对。我看到他那个影片真的在剁，好专业。对，如果一不小心剁到手或者是割到手，就去骨挖抖了。对，那个刀非常利，那个真的是一划到皮开就肉绽了。因为你本来是演员呢，从小到大都是演员，对，然后突然跑去市场卖鸡腿肉，为什么会有这个 idea？ 其实是因为我女朋友，对，就是她有一群朋友从澳洲回到台湾之后，哎，他们有一群人都在卖鸡腿，然后我们有一天就想说，哎，那我们去市场卖卖看，嗯，然后因为我其实没有做过其他的工作，因为我10岁就开始拍戏啦，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打工的经验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，好啊，那反正最近周末没有什么事情，我试试看。对，然后刚好我老家就在传统市场的旁边，嗯，那我就想说，哎，那就是没事的话去市场卖卖看鸡。可是那个切法什么应该要学吧？我差不多10月开始学，学一个礼拜吧。你一天差不多去骨个100只鸡腿，一个礼拜你就会了。去100只，去个700只你就差不多会了。那你现在生意稳定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就是谢谢姐姐们的支持。
他们都会一直回头来跟我买，对，哦，蛮开心的。所以你在那个鸡肉摊的时候，需要喊什么话让那些姐姐们注意到你吗？要了要了，来，给一把，来来来来来，跨买，哎，姐姐，帅哥美女，哎，姐姐美女，来看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的鸡腿。我一开始都口罩帽子都戴得很紧，一开始有点放不开，对，会有点害怕人家认出来，但是后来发现，哎，你鸡腿掰不出去的时候，管他了，你什么都拿掉了，就开始小喊，穿个背心啊，穿个短裤，你看人就来了。不，有姐姐真的跟你示爱吗？嗯。他们就我会看到他们很开心的表情啦，但有一些姐姐像我上个礼拜六，然后就有一个也是姐姐，她就说，哎，你会问我的感情状况，所以你结婚了没啊，有没有女朋友啊，然后我就会跟她讲我的感情状况，然后她走的时候她就说，哎，我女儿都结婚了，然后就走了，可惜我女儿都结婚了，然后就所以很多姐姐是想要把自己的女儿塞给你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就可能她想要介绍我认识或者是怎么样，对，其实也挺好的。嗯，那文馨你是遇到哪一种类型的姐姐对你的疯狂？都很理智，不会像她。有没有送一些很贵重的礼物？不会不会不会，但是我有先跟他们说不要送贵重的礼物。对，就是一定是有收到过吗？有啊，就是他们会带一些可能就是哪边的当地小吃这样，或者伴手礼给我这样。哎呦，我说这样就好了，不要送太名贵的东西。嗯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样也不好。对，看你的那个现场的粉丝见面会的时候，会不会偷摸你或什么的？偷摸我哦，是不会，但是就是很喜欢跟我聊天。舍不得你走是不是？会有这个情况，我不知道，可能他们自己也比较避暑一点吧。因为这样比起来的话，老师好像你的魅力是最强的耶。嗯，因为你说你还要就是阻止大家，就是不要碰你。因为你说手一定会上来狂捏什么之类的吗？对，其实因为我觉得我在我的工作领域真的时间太长了，40年，所以说你变成跟这些人接触的时候，你很清楚这些人想要做什么，但你又不愿意让他们失望。你来的时候 maybe 他可能他最终之意他不一定是在跟你学跳舞，他也许来看看你，学来听你唱唱歌，而且你跟他互动，所以我就跟他们就比较不会有距离。那我其实一直都有一个宗旨，就是学生是我的家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从他们从一开始我就把他们当作是我的家人，因为你只有这样子跟他之间才不会有距离。所以我们不是客户，是家人。不是客户，对，绝对不能当客户，就是家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是家人的话，为什么还要收钱？不是，因为我在，全家就是你家，为什么我出去要付钱？对啊，可以直接拿出去啊。你今天讲这个话，你就不要收家人的钱。但不是，这不一定啊，这不一样，因为这是毕竟我们在相处当中的那个模式，就是跟家人一样。我会每个礼拜或者每一个月跟姐姐们聚餐一次。去了解他们今天，姐姐，你今天啊，你的头发变颜色，你换了衣服了，你做了什么？我会记起来。下一次再来的时候，我就说哇，你今天换了一个发型，很漂亮。所以他会记得说，因为你 care 他了。嗯，对，那我跟他们的互动就开始变得多。那当然你也知道，就是毕竟虽然讲这个讲跟牛郎差不多啊，跟什么差不多？牛郎啊。因为牛郎知道讲话讨姐姐开心啊，说哎，你头发变了，姐好美哦，什么之类的。对，但是你不会跟他有一些所谓肢体上的一些触碰，可是当他会去触碰你的时候，这是我们不可避免的。哦，你就要让他碰。我只能让他这样做，但是你只要不要，譬如说不要捏到我会痛，我基本上可以接受，因为我曾经有被捏到痛过。你是说捏哪里要痛？龙根。龙根，龙根。等一下，那我有问题。所以捏龙根，如果捏不痛，是可以摸的。不是可以摸，因为但龙根是哪？我跟你讲，边。好不好？人边嘛，不是啊，就是边嘛，人边。反正我是这样的，因为真的跟学生的距离很近，而且那天刚好那天是伟忠哥刚好也在现场。那不是伟忠哥捏的，不是伟忠，不是伟忠，那一定是拍人家下体。不是啊，他跟我说，他说你哈、哦，他说你记得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要让这些人对你完全的痴狂，你不能有任何的拒绝，嗯，你就只能去接受他，因为这是你的工作，所以我听了，我做了。你们一直笑，我说啊，穿什么两节式，都是伟忠哥叫我穿的，叫我这样穿，叫我穿两节，然后这上面还有缝，可以看到腹肌那种。我其实也不太明白，可是我后来发现，我做的就是，当你这样做这样穿的时候。人多了，学生变多了，所以每一个人进来就会，当然他就会就像你们刚才这样摸摸看看，所以我就想说好，我就不去拒绝。那我常常跟着我的老师说，含着泪就过了，你知道吗？含着泪就过了。有些时候，因为有些时候你知道，其实自尊没了是不是？不是，是他们会真的是弄痛你，因为有时候人很多，我们互相下去跟大家互动的时候，到底多痛？在拍，譬如说我在互动，哎，我跟你互动的时候，他拍。
他会给你食指抠的这样抓的不放，然后就骨折。对，因为你没有这样骨折，因为你知道，其实我平常上课的时候很夸张，那真的很夸张，就是一堂课504个人啊，所以你或者说他会这里摸一下，这里抓一下。我就是因为曾经有一次在台上，我要下来的同时，那个女生已经上来抓了你的屁股一次，我还跟她开玩笑说，因为她把我拉了裤头有点拉到这边来了，我就把裤拉起来啊，你不要开玩笑啊，好不好？就一次就好了哈，不要玩了哈，好，下去玩互动。哇哇哇！一堆人，然后黑漆麻乌一片，他就开始手又抓了，一抓我就哇，我就是很火，我就把灯打开了，因为那时候场面够这么强，因为那个灯不是500多，因为晚上跳舞的人是有一种闪光的那种灯，对，所以你要抓住是谁抓你的那个，对，还要找到那个人，我就没有知道那个人，我就因为我在他抓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人穿红色衣服嘛，红色的那个背心的衣服，我就看到。我就跟柜台讲，我说这样下来，我把音乐停下来，我说对不起，大家朋友，我不跳了，我不上课，我就走进办公室。我跟柜台讲，我说因为算是抓痛我了，他就报信义分局报案。抓痛我了，就警察就来了。你去报案？你是这样，你什么态度？你快笑哭哎！你根本他没有笑出来哎！你太过分，你不知道那个哎那种。我懂男生那个真的痛很痛，对不对？真的会蹲地很久的。那个就是跟男生去阿鲁巴一样。需要报案吗？不是因为哦，因为这不是一次。感受到不舒服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你已经造成我的不舒服了。Yeah. 那我就没办法，我就跟柜，其实柜台接我这种事情其实蛮多的。你把眼泪擦一下好不好？你哭吧。不是，我觉得笑快啊，太离奇的故事。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，只要加入会员的话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，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。只是还有机会而已，还有机会而已，反正就有可能。这个其实一点也不离奇，我是觉得说，就是因为这样，后来警察来的时候就问说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说，因为跳舞运动是力与美的结合。那我刚才去拍老师屁股，然后屁股真的很硬，还有肌肉啊。那我想说，哎，没关系，我就是不小心。他说他不小心抓到的。那我是没有去追究他，还有做笔录吗？有他有，那我有是问的嘛。然后后来就公司就把他的会员资格给他取消，取消他，让他永远不能上你的课，是不是？对，那这个会让你觉得不舒服，也是会有一些阴影。就像你在电梯里面被人家强吻了，我就一个人坐电梯到现在还会怕。你说也是学生吗？学生，就是学生。然后你是姐姐吗？姐姐，比你年长50几岁吧。什么情况？就是我下了课嘛，因为我说你以前上课真的人很多嘛，以前在亚历山大那个年代，就是下了课之后你就自己搭电梯，因为我要赶课，我就一个人搭电梯去，电梯正要关的同时，那个人就突然就手一卡进来了。进来之后，那大家都是一楼嘛，那我是习惯性，他进来之后我就退后，那他站前面嘛，这是一个礼貌。好，下次到已经一楼开了也没同时，一楼已经准备要开了，你就自然还往前走，他一转身抱着你就亲。一转身抱你就亲，只碰一下就走还是说没有舌吻黏住？没有舌吻，你可以感觉它是贴在你的脸上，吸住了。然后有舌头吗？有舌头吗？进不去啊，应该是有数吗？对，应该是有舌头，但我觉得就是有被他弄湿的感觉嘛。然后他就出去喽，他门开了他就出去就跑了。但是你出去他人已经跑了，跑哪去不知道。那个同学是那天上课最后一天，他就没来了。哦，所以他啊吻别啊，对。留个纪念的，所以说真的这样的事情很浪漫哎，很浪漫。我那个可以写3本书哎，你说真的可以写3本书，被学生们就是表达爱意。对，因为他真的很你要不要来一首吻别？没有什么吻别啦，那么吻别没有了，反正就是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疯子笑我不能拒绝。浪漫的夜，对，我的心没了，我没有，到时候又来了，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会有一点点会担心啊，会担心。如果是正妹的话，你会不会就 OK？ 好，我跟你说，好问题，因为女生真的问，每一个人都问同样的问题。如果是正妹的话，当然是正妹，你可能就真的不会。但是如果是正妹，她突然来那么一下，你也会吓到，你会吓到，太奇怪了。对，而且我发现在那个时间会发病的时间大概在9到11月之间。为什么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九？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发情期吧。9到11月的是入秋嘛，繁殖的季节嘛。又不是鲑鱼还什么之类的。但我不知道，跟着我碰到的那个都是在那个时间点出现的。你说那些会突然
伸出手的那些人。哎，伸手的会抱你的，然后会跟你的，跟你回家的，也有跟你回家的，跟我回家的，然后在我的车上，因为以前毕竟住的那个房子是类似像公寓，还没有像停车格，那你自己路边停车，他会贴一个大的海报纸在什么，潘老师我爱你，然后写在这上面，就跟着你回家，然后他没有管理员，他早上送早餐去你家，门打开就发现自己的同学在那边，我一看到他我就大叫啊，我就叫，然后他就拿一个早餐挂在你门口，他就跑了。你为什么要叫？因为那个女生就是曾经骚扰我的女生。捏你龙边那个吗？哎，不是那个，是另外一个，就是会就是在旁边，她永远你吃饭的时候，她会一个人坐角落边上。好可怕。她会看着你，你去做任何的活动，她坐第一个位置，她会跑第一个位置在那边等你，这样就是你的死粉，她没有表情，就一直看。我常常有时候会跑警察局，像因为她在我们家里面做这些事情，我就装了那个监视器。然后也告诉了警察我这种事情，警察刚才还觉得说，哎，潘老师你不要逗人家就好，人家会来逗你。就我就拍到之后把影片拿去给他看，然后他就告诉我公司跟我老板讲说，这个人离我必须一定要有一个，比如说安全距离，对，一个距离，他安全距离之内，他可以，你没有，你不能对他怎么样，他只能跟你维持这个距离，他能做的就是这样哎，所以其实。没办法，你就过于疯狂也是困扰。对，他们这样会激怒粉丝吧？会，他们会。就像那天那个来抓的时候，那个其他人就很火了。我们好不容易玩得那么开心，你去抓人家那个干嘛？哦，所以那个粉丝激怒其他想要认真上课的学生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其实你跟大家相处的模式是，他觉得你跟你好，你是一个艺人也好，老师你好遥远了。那可是我跟你之间距离却是这么的近，我们就由玩的游戏当中来让我们之间距离变得更近。老师，我跟你讲，不要光说不练，让现场的姐姐感受一下你的魅力。哎呦，好，来玩对不对？对，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现在是在你的教室里面。哦，真的啊？对，这种感觉马上现在就要来了。现在就要来，不然你可以吗，老师？哦，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但我们可以碰你吗？那我们既然都已经来了，我们带大家一起玩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带大家玩一下。我告诉你们。我们平常上课怎么玩的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是我们其实大家都站起来，姐姐们，请加入。老师有请。我跟你讲，不会很难，你相信我，因为这个姐姐们也知道，有时候这个心肺功能或者腿啊哪里手不舒服，没关系。你的动作，我们游戏规则我们讲过了啊。现在观众朋友，各位大姐们，可以碰你吗，老师？对，可以，不要，现在不要。可是老师不会碰的那种，可以吗？不会碰的可以。老师，你干什么？我就真的。当然好啊，观众朋友，这个时候呢，其实啊，游戏规则就是现在观众朋友，你看到方向是跟我同边，好不好？你可以跟我同边，所以你只要往我，那这种事只有你干得出来。哎，你去看播书，你真的很没礼貌。我不可能，我绝对不可能捅你屁股。徐熙娣，我怎么可能？我女生呢，我有三个女儿，我那奇怪，那个手从哪来？黄先生，你不是你吗？太严了。好，更不可能，我是阿妈气。阿丽哦，好，我给你来，今天掉监视器啊，掉监视器。你看看，你会怕他吗？你看，说了两下，闭住，把绑起来。神经病，你夹好快啊！你们叫我那个。那我们就是为什么要逗妈妈开心？我们班上其实也都这样玩，好不好？我们一直捅互捅啊，没有互捅啊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在上游泳课的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不是出来了，老师你屁股放松了，不要放松，不会再做第二次，不要，很危险。好，来那个游戏规则就是我教你几个动作，四个动作，然后你把它连在一起。好，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，然后一加二加三加四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好了，老师呢？音乐给我们就来了，轻松一点啊，一边摇一边玩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老师来 ，music please， 先来了，好吧，轻松一点。好，左右边摆动，放松。哎，还是错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很好，随便摆动，对，就是这样。Jessica， 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很简单的、哦、第一个动作，第一个动作没问题，有没问题？好，把你的手给我。好简单啊！来了，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，第一个动作。哦，好简单，你看看，你看大家都会，太好了。这是第一个动作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啊。第二个动作，往前，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哇，这么难你也会，太好了。好，第三个动作，把你的手给我，双手，挥一下你的手，挥一下，对，你看哦，这个时候他们都没有跟我一起的哦。啊，第四个动作也是很简单。摆动，好不好？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把刚才的动作加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忘了。一加二加三加四，好不好？准备了，来，一加二加三加四，很好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往前，前前后后，很好。第三个动作，把手给我。
什么光辉？我帮人家大腿不放的光什么辉？你看，我想班上丢起几块的，小才好啊，好啊，小才好啊，还有讲的顺啊，好玩吗？对啊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，就是这样，好玩，大家一起抱，好玩，好好好，等一下一起抱，不要真的哦，龙根会吧？你要顾好，那姐姐。去想去上老师的课的有没有举手一下？哦，来了，哎，马上两票三票了，想去了。大姐先是都来，上我的，好不好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我就他们今天来录影的，有来上我的课的，算我的，我招待。哦，终身吗？啊，终身的课程吗？一堂课，你想干嘛？免费一堂课，免费一堂课，有吗？体验。为什么不食堂呢？这样好了。那你每个月都来上课，然后呢，我还给你一些家庭的这个营养补给，这样好不好？然后再让大家，我每个礼拜都到你们家去带你们上两堂课，这样完全免费，这样好不好？好哎！谁要报名？谁要报名？赶快来！大家都喜剧人，这种鬼话你还当真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在台上就是要带大家这样玩。其实我的活动回头率是95%，另外5%是价钱没谈好。啊，价钱没谈好，是价钱没谈好，所以其实我们要玩就是要像这样，你要带大家，万一我眼里只有他们，然后酷妈整个人就嗨起来，我眼里只有他们，而且我们的动作绝对不能难，刚才这样好玩的时候你就给人家摸大腿，你这样怎么玩下去？没有，他们好高兴哎，是你高兴吧？酷妈也想啊，对，想要摸老师大腿的人举手，没有。忙一下啦！你救郭是不是我弄的？干嘛什么？莫名其妙，开心的，开心的。对啊，他过程几年了？2年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其实，在班上常常会讲一些。假装你是舅舅，快点啦！舅舅，我舅。假装舅舅干嘛？于姐有要求，他说你要怎么样？于姐，干你屁事！他刚说的。啊，你说说。而且他很眼中带泪。对啊。天降的先生天者，天者啊，对。有了潘老师，我一定能够，把我的身材变得像小 S 这么苗条。好，哦，像他这样，那可能比较难一点。像他这样可能比较难一点。对，舅舅，我答应你，好不好？这个什么？于姐，于姐来上课，完全算我的。哎呦，好不好？完全算你，完全算我的，完全算我的，对对。终身算你，终身，好不好？听到了吗？你看是不是很燥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有我这个亲戚多好？老师就是很容易让气氛能活络起来。对啊，因为你要让他们觉得开心了，而且他们其实妈妈跟大姐们其实有一个大家都忽略一点，就是你们忽略他们真的想要的生活，他是想要找一个生活的重心。嗯，他当有一个重心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跟你一定有很多的互动，你讲一些好玩的好笑的给大家，不管是新三色他们都喜欢听，他们很爱听这种，尤其是我讲一个比如说比较有点小小色色的故事，哇，每一个人开心的跟什么一样，讲一个让他们开心小小色色的。那个你知道吗？那个有两只乌龟，一公一母，他们非常的开心。他们两个在海边的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，在那边这个啊逛逛逛逛啊走走这样啊，非常那个很浪漫的情节的那个公龟就说，那今天既然是夕阳西下这么好的气氛，我们可不可以这个啊来一下这样啊？那母龟说好啊，因此他们就找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草丛，然后就在里面还非常开心的一次了。完了之后公龟就说那这个明天我们还可以再一次吗？母龟说好啊啊，于是公龟就回去了。第二天。哦，夕阳还没有西下呢，公龟就已经先急了来了。哎呦，到那边去等等等了半天，到那边一看，哎呦，母龟已经躺在那个地方了。公龟就说：哇，原来你这么急呀！这个时候母龟生气了，他就说：你干嘛？我干嘛病鬼？我喜欢来瞪你。可以吗？
笑，真的是逗笑姐姐的笑话。而且酷妈笑到真的也是几乎要落泪耶。酷妈，你是不是今天爱上潘老师了？哎，爱上了。爱上了。还有谁爱上潘老师了？没有敢这么多人爱上静玲姐，静玲姐爱上潘老师吗？爱他们，有爱，有爱，大家都有说到了。谢谢姐姐了，开心就好，你们开心就好。杰西卡还是爱着我吧。你的卡车停哪？我再去学一下。但是还是有人要来竞争这个。我觉得现在潘老师后面真的很困难，压力很大。因为姐姐们现在整个气氛已经是到八九分了耶。对，太有魅力了。那建宏或文心有信心？谁敢接下？谁敢接下一棒？这个很难吧？让给那个老师了。没有。我们就唱歌，就唱歌而已。唱歌唱得好，更有好，有魅力，好好听的。哎，如果唱歌好好听的，如果声音好听，嗯，唱歌好听的，金曲歌手哎，对啊，金曲歌手，金曲歌手，那就是交给文心先上的哦。欢迎金曲歌手。再如何算点难下也难。因为彼边是你久久的无奈，若是会当选择希望搁点来，友情甲爱情拢袂受伤害。伊的相片已经等伫床边，也是我是悲哀。想要家己离开，用心走一摆，人人的世界无我存在，是我不应该埋伫阮心内，只有时间予咱三心两意的爱，找一个平静所在。谢谢。好好听啊！哎，好好听啊！对啊，真的好好听啊！真的，哎，气氛瞬间变得好高级哦。对，就是跟刚刚的氛围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的，可是也很有氛围。好好听哦，真的。哎，姐姐们有没有爱上文心的？是不是如痴如醉？唱得不错，唱得好听啊，很好听。所以有没有觉得突然清醒，觉得说，哎，刚刚前面有一个疯癫的。梦一场，对不对？然后突然想说，这才是我要的。那个反差太大了，我觉得好温柔的感觉。哎呦！所以凭良心讲，就是这么热闹跟这么深情的，你要哪一个？以我的年龄，还是深情比较好。立刻就撇开，你可以终身免费上课哎。那个是，因为刚刚那个，你醒了，你醒了，OK，他醒了。他想不出话来，不要再给他乱掰了。反正已经选了，对，文心哇，所以深情的还是很有市场哎，真的，对，我以为我们会输哎。OK， 所以刚刚有谁本来是爱潘老师，现在要改成爱文心的，还有谁？转战 Amber 还是始终在潘老师那边？哎呦，静理姐呢？哦，喜欢。因为静丽姐本来就爱文心啊，可是她刚刚也被潘老师迷到了，逗了魅力。对对，杰西卡呢？还是喜欢 John Cena 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觉得那个花美男。哈？他还没表演？没礼貌。不是啊，因为是表演。他那么年轻，然后去剁肌肉，你不会觉得很感人吗？三十一岁剁肌肉，你觉得他愿意吃苦耐劳去学习？很少有年轻人喜欢会这样。对不起，我离题了。不会，所以你在节目一开始听完他的故事，你就已经选择是爱他了。就是觉得他比较可，就是比较辛苦，比较辛苦。对，所以然后，但我觉得你在市场剁肌肉是可以跳舞，可以拉一点客人。想看吗？你希望他跳哪一种类型的舞蹈？我都可以啊，就是科目潘老师的这种。科目三很像是现在流行的，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。
OK， 好。所以你等一下可以就是唱升级的歌，但是配上一些舞蹈的动作。然后那酷妈呢？酷妈，我觉得你是一直爱着潘老师的，你应该不会变心吧？我好像比较喜欢什么？斗鸡哦！哇，他什么事都还不做哎，然后你是坐在那哎，然后你刚才笑成这样子，潘老师的身心没有啊？因为他快做了四肢啊。想疼他孙子啊，对啊，哦，那种感觉，喜欢他，而且他终身免费可以吃他的鸡，应该是说他的比较有正面的那个，但是潘老师很有诚意，很有，潘老师什么？很有诚意，对，终身的，终身诚意，他要的不是诚意啊，他要的是票数。你那么费力，他已经不是换来的，没关系，至少是大家开心的，他们开心的就好。对啊，他已经。然后他什么事都还没做就已经两票就赢了，又是两票，这什么世界啊？不知道，目前就是你一票吗？是是是，但是刚刚唱歌真的很厉害，投入在那个氛围里面，是是是，好厉害哦！嗯，谢谢，谢谢文馨。那接下来就要看这个什么事都还没做，但就得到两票的陈建宏。所以你是要唱歌吗？对，也有带来啊，谢谢谢谢，也有带来一首歌，想说对唱给姐姐们听，就是离他们应该是跟他们年代比较接近的歌曲。那你可以对他们申请？好的好的，可以，就是每个人都照顾到。你可以把他们的手当成是鸡腿吗？然后就是剁吗？那他唱完之后，每个都被续骨，出去东山手都挺挺的。鸡腿应该是最有感觉的吧，就是什么部位怎么该怎么捏什么，你应该都很对，就是关节处都很了解。对啊，你大家感觉一下自己是手变鸡腿的感觉，每个都要照顾到哦。OK， 好，欢迎陈建宏。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，不要说愿不愿意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，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，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，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，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，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。哦，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，说什么此情永不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谢谢。我唱完了才给人家。而且明明喜欢你的是杰西卡，你报错人了吧？杰西卡跟酷妈都爱你，爱你报允许。哎，好啦，你刚刚太专情了啦，因为酷妈还有那个杰西卡都很喜欢你。听完。那个建宏唱歌还是继续爱他吗？还是更爱吗？爱他，爱。可是你会不会有点生气？明明你说希望他当你的孙子，可是他只抱于姐。哪有孙子这样子哦？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哎呦，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嗯，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。